道，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开刀其实很啊，我讲完了，我讲完了。哎，我话还没有讲完呢。我说完了。哇，好帅呀！我跟你讲，都给他帅，而且都是最早收工，过分，都给你帅啦，都给你帅黑啦。你这是啊？有谁哦？好，不一样啦，举起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然后他会用橘子 K 你的肩膀，好。他会用橘子 K 一下你哦。啊！还好，傅俊尧阿嬷种的不是榴莲，阿诺你就嗨了，妹妹，苹果也是，最软的有芒果，阿伯柿子，妈咪，柿子应该是最不痛的，对啊，但是也有硬的树，对啊，打下去也是会痛，椰子，好吧，好椰子，好弱智啊，胶原蛋白，哎，很痛哎，其实。秦九那时候，你怎么长的？不是你在那边干嘛？你不是要关心我吗？你不是要说什么妖精？哦，对了，我就是妖精。你飞超远呢，因为我怕再转一圈，我自己整个失去重心，我就倒在地上，所以其实很乱。我就忘了，我想说你什么都不关心我，然后摔在地上哎，原来是我自己忘了去。好怕他那个橘子飞过来。对啊，我觉得太入戏了。他每次都超华丽的，对，华丽转身了。要再扎一次，太神了。来了，我来给你笑笑。哇哦，今年最小很高，很高。哎，不要这样子啦！苹果再多一下，要羞我！你在干嘛？对不起，干嘛飞起？我是不是打到所有人？我好像都没打到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在打到他之前，所有的橘子都飞出去了。